民进党立委赵天麟被爆出中国小三婚外情而退选，民众党立委不分区名单也因为出现了中配引起轩然大波。中国女生来到台湾，真的有这么多问题吗？让我们来听听最正面的声音，欢迎赞颂者吉尼丁，小女子吉尼丁。小丑虽然已经有老婆，但是心里想的还是我。当众抱他一岁，口说呀说，不惜跳掉立委工作。意气风发的柯先生，放我在不分区名单中。就算面对众人的炮火，依然坚持。要选本宫，准备好了，开始喽！这是啥呀？弯弯软男，打骂不还手，包邮到家，全网热卖，有问题包退，买一个退两个，包邮到家。这是啥呀？哇哇屌丝，他家可以随便住，包邮到家。现在下单送什么？身份证、健保卡、地契、立委不分区名单，全部包邮，9.9元，包邮到家。10元、29元、8元、5元、5元情霜，3元，便宜吧？感谢关注。快乐的中国姑娘在台湾，两岸一家亲，被捧在手掌心。快乐。感谢赞颂者金一丁，休息一下，包邮到家。